化道教慈明弘道协会赖仲惠理事长率领龙凤慈明宫九位坤道护法手持心灯，恭迎今天参与开幕式的诸位贵宾一同进场。今天参与开幕式的贵宾有林正渠、高雄先生林动工主委王维新王主委、高雄道德院三清太乙大宗师翁汉明翁宗师、高雄市道教会理事长洪东林洪理事长、中国道教慈明弘道协会理事长王忠耿王理事长、玄定慈光院公主张佑欣张公主、吕丰茂吕教授、苏俊元苏教授，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上诸位贵宾。再鞠躬，三鞠躬，弘扬慈悲，感应平安善哉。所有人请坐下。九天玄女圣母道教文化专题学术演讲举办至今已经迈入了第十届。过去九年来呢，承蒙大家的支持，给了我们相当多的建议，也鼓励我们不断持续的办下去。尤其是在本地，有我们高雄道德院的翁宗师长期以来鼎力的支持；外地有我们先山明洞宫王主委以及诸位委员们不辞辛劳，远从外地而来。今年呢，有了我们高雄市道教会洪理事长的加入，更是让我们整个活动增添了光彩，让这个活动可以有更多的单位知道。在此也请大家热烈掌声来谢谢以上诸位主办单位。接下来我们请这一次学术演讲的主办单位中华道教慈明弘道协会黄忠耿黄理事长来为大家说几句话，有请黄理事长。喂，没有哈、哦，哎，大家好，大家早安，好，谢谢。那个，我现在那个王主持，哎，早安，哎，那个我林东峰的主委你好，啊，谢谢。哎，苏教授你好，哎，非常好，非常好哈，哎，那我们大家会的。洪理事长好，李教授好，又是公子好，好，就敬爱的各位好朋友，各位公慈，各位大德，哎，还有我们那个各位的同学们，大家好，好，原来你好，真的是太感谢了，因为哈。得展开，虽然说哈十点哈说快不快了，哦啊，但是哈一哦啊嘞吼，我们这样子要一路走过来哦，也真的是，你是说辛苦吗？是不辛苦啦，哦，但是呢是觉得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开心之余呢，真的是哎小这边要感谢的哦，真的是要感谢那个我们的工作室，哦啊还有那个我们先生李东峰的朋友，好。哦，这一路哈，真多哈，啊，一直挺过来对啦。哦，哎，挺个干什么？我正打咧行吼，感觉脚会酸，真系咩啊咧？脚袂酸，就讲有只大条咧，甲恁支持啦。哦，啊，不再来哦，不再来，又有新朋友加入。哦，这新朋友哦，这其实哈，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缘分啦。哦，哎，这新朋友哦，像像我们大教会的理事长、洪理事长，哦，哎，新朋友佑欣公主，哦，哎，那李教授哈，哎，老朋友了啦，呵呵，哦，哎，一路来哈，哦，哎，现在哦，现在有一款那新的哈，哦，也不是说新的啦，哦，因为哈，大家哈，那个道心哈，我们的道心是一致的，哦，无一种分工新的加符的啦。
好，啊，因为哈，我是觉得哈，是那方面修行，就是讲，你是讲哦啊，我刚是三年而已啦，哦啊，恁已经是长大啊，哦，刚那个我们庙会啊，庙会公主啊，哦，那伊就安尼说话，讲话伊就打三年啦。哎呦，吼！你三刀，你三刀哪里吼？你查下来，现在足滚长长啊啦！哦，啊，然后啊，啊，来一个吼，你若唔认真吼，啊，干要安尼慢慢来行吼，你行十分钟，当我嘛是小长安尼啦。哦，啊，所以讲，今日有只好朋友吼，哦，人家讲到支持吼，安尼吼，你十分哦，十年的功果成就哦，都是归功于我们这个好多人好朋友们哦，大家的一路上的相挺。啊，也谢谢，我们的新北活动协会的志工们，好、哦，志工们，哦，大家嘛是太辛苦了，每办一个活动哦，其实嘛，就是讲不简单啦，因为就是讲恁这不简单啦，哦，啊，不过哦，志工们真的是很辛苦啊，哦，但是今天我们那个道生院哈，一直是吼，感觉就是总难啦，我们民生问题哦，都是我们的。道德院哈，在帮我们，以后属于住行要看他们了。好，那记住哈，各位道气长存，好啊，身体健康，好啊，今天好，大家比较辛苦的哈，啊，那就祝福各位大家平安，谢谢。出家的纪念日，我们道德院今天也有受经法会。观音大士在道教、佛教都有在敬拜，佛教叫做观音佛祖，观音菩萨，我们道教叫做观音大士。今天是一个良辰吉日，很难得，我们中华道教慈悯弘道协会能够举办为九天玄母的文化信仰。各方面有关九天神母的资料能够呈现给大家，尤其我刚才看到一本书，苏教授写的，这本写的不错，是九天玄母那个圣迹很有名的一本书。今天很难得，要感谢中华道教慈悯弘道协会我们的创会会长，我们现任理事长，历届理事长，本届县市大德，还有历届县市大德，所有的义工同道大德，还感谢有我们这个仙山这个移动的主委，一路也是相挺十年，还有我们那个我们民政局，我们的科长也来关心的，还有我们的道教会。高雄道教会理事长，侯理事长，还有对我们道教贡献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李厚茂教授。李厚茂教授栽培非常非常多的教授，博士、硕士研究道教，可说道教现在的教授、硕士、博士，三分之二大概都他的学生比较多，很难得，为道教贡献非常大。还有我们这位公主，他们庙也是拜那个九天玄女，这次也大力相挺，捐献60000块的台币。很感谢我们在座有很多道庙的主事者，很多教会的主事者，很多贵宾大德，很多同道大德，大力来支持，大力来听用心来听讲。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九天玄女圣母是我们道教界自古以来很有名的女神，除了西王母、金母、圆明龙母天尊，就是我们九天玄女圣母。九天玄女圣母
是皇帝之师，先给皇帝的老师。先皇帝跟蚩尤战争的时，蚩尤战争的时候，就是九天玄女圣母助他一臂之力，不管在道法、道术方面，各方面都给他支援很多。那本身九天玄女圣母的师父，就是玄妙玉女圣母，得做能够玄妙有余性命。我恭喜太上李老君老子圣人啊的母亲，也是我们九天玄女圣母的师父，这点很少人知道。九天玄女圣母每次逢这个有难，国家有难，还是战争的这些主帅有难的时候，他都大力去给他们帮忙。像仙人桂真东，九天玄女圣母就送给他五件的宝贝，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白虎，还有就是水火炮，还有震天弓，还有穿云箭，还有无字天师，帮忙仙人桂真东成功，也帮忙宋江牛山哦，宋江很有啊，他以前不满政府，不满他们的国家啊，结果在做三贼，三贼之五了哈。啊，后来他就降服了，派他去征辽的时候，九天玄母圣女也帮忙他很多，使他能够征辽平安。所以九天玄女圣母无时不在大家的身边，只要你呼吁啊，只要你虔诚恭请九天神母、九天玄女圣母的圣号，他一切给你感应，给你庇佑。在道教的天尊祖师、天尊神圣当中，法术道法、道术最厉害的九天玄女圣母是其中一个。自古以来，他是那个西王母的特使，所以宣仁皇帝有难的时候，就是西王母特别请九天玄女下来帮忙他。所以九天玄女圣母是我们道教界自古以来非常非常有名的女神，知道吗？自古以来到现在还是很有名，大力在弘扬支持的就是我们中华道教慈悯弘道协会，他对整个道教的宣扬也是费很多心力的，他们是高水平的在宣扬道教。他们的团队这些师姐师兄用心良苦，而且大家的文化水平也蛮高的，很难得。我们对中华道教慈悯弘道协会有很大的期许，未来对道教的贡献一定非常非常大，而且可以做很多道教庙的我们可以效法他来做这些弘道布教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一场的弘道布教的这个九天玄女圣母的文化的专题演讲会一定非常非常的成功，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势就知道圆满成功的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携手合作，共度众生，把我们正统的道教发扬光大。这个我们的创会会长、现任会长、历届的会长、以前指导的都很用心来弘扬道教。这是我看到的道教庙里最用心的，就是他们，可以这样讲。所以我对他们非常有期许，也非常感激他们能够对道教大到这么大的贡献啊，越来越成功，越来参加的人越多啊，这样就是我们创会会长跟现任会长、历届会长的无私的贡献，会带到未来很大的成功，可以做道教界的楷模，我们对他们有所期许。最后祝大家道体阳光，道气长存，万事平安，如意吉祥，太上感应，平安上升。
昨天学徒九天圣母感应平安善哉。接下来我念念请我先生啊，先生的王祖伟啊，来我们科长来给我们勉励一句话。黄理事长，还有我们太乙大宗师，还有我们的红龙峰理事长，我们李教授张公主，跟我们赖公主，跟我们的苏教授，还有我们今天与会的所有讲师，各位我们来自各有公庙的善信大德，大家早。早。今天很高兴代表我们高雄市民政局张乃谦张局长来到这个研讨会。其实这几年我们承办宗教业务，我们都有观察到，其实我们道教文化的发展是越来的越精致，也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民生相关的文化里面。那包括上一次，其实这是我参加第二次的学术研讨会，其实上一次在我们也是一样在现在这个场地有举办一场跟我们生命关怀临终有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那其实不管是上一次谈到的生命临终的议题，还有我们今天谈到的生命智慧密码，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息息相关。那其实这个也是显示到说，我们道教文化其实已经慢慢跟我们过去传统的道教文化已经有点不太一样。其实大家现在在发展过程中，除了思考到我们在相关祭祀或者是我们传统说拜拜的文化上面，其实大家慢慢都有想到说，我要如何透过道教文化，让我的信众，还有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的祥和，更加的平安。那其实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市政府来参加这个研讨会。那也要代表我们市政府感谢我们全台的有公庙呢，能够在那个社会最底层、最基层的地方，默默的支持我们的市府的各项建设。那也协助我们市府去弥补特别很多我们关心不足或是做不到的事情。那最后预祝今天的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们科长的勉励哈。那就邀请我们的，不好意思，来，李市长，勉励。诸位在座一下贵宾啊，大家好，大家早安了哈。可以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非常高兴啊，因为在我讲台语啦，告诉你，伫这个安道教真正是一个多元化的这个文化，的文化，道教这个文化，因为伫这个我一直感觉讲何谓吼道法自然啊吼，因为盖基本的，我们就不会去排挤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人。啊，道教的者就是讲真相扎实的一个物件哦，就讲啊，他在发挥的各个层面上的各司其职啦，吼，就讲啊，我这法的啊，我就是以法的这个方面来发挥。啊，你研讨会这方面，我们就在研讨会这方面来发挥，那发挥的都非常淋漓尽致哈。啊，所以变成说。这道法自然到，既然能自然到这种程度哦，哇！刚刚我们道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哦，因为大家你做的迄物件，拢甲发挥甲非常好，哦，我一直对这块吼嘛，啊，伫学习中吼，咱在学习当中，有很多地方还不懂，还真的要去学习啊。说哇，还在跟着我们理事长啊，跟太乙大宗师啊，来甲他积德吼，下当吼。诶，我当更加精进吼，啊，伫当中吼，我嘛直接啊，勉励大家今仔日啊，会当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相信啊，今仔所来请来拜托来讲这三位教授，拢有学有专精，他们在我捌听过一点课吼，但是真正深入浅出啦。我相信大家真的能收益都非常的多。啊，我希望大家用心来注意来听，绝对吼，因为你讲当中一定有。
敞开咱的心啦，我们要听的东西，他势必也会给我们的哈。从比较啊，刚才打给了啊，在最后了，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啊，家庭美满，谢谢。善哉，我们房理事长啊，三清太乙大宗师啊，我们社会局哈啊，陈科长哈，哎，正经的啊，高雄市道教会的啊，洪理事长啊，李凤茂教授啊，佑馨公主，还有我们仙山灵动宫啊，黄竹伟我们苏教授啊，以及诸位贵宾啊，咱国中本来恭祝。啊，阿拉美丽甘肃，还有全体的啊，前贤大德，大家早安。早。今天哈、哦，非常的感谢啊，员工大家一套餐哈，我有听讲3点的出发，4点的出发，哦，来参加咱这次的演讲哈、哦，啊，大家非常的感恩。啊，咱这次是咱第10届的九天圣母啊，道教文化。啊，学术演讲哈、哦，啊，已经受到咱的4个单主办单位哈、哦，啊，甲咱的协办单位、赞助单位，还有华喜单位，还有诸位大德的付出，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啊、哦，而且今天很特别，就是我们的点心非常丰富，都是由我们的三清太乙大宗师率领全部的法师道长哈、哦、志工们来为我们服务。等一下大家不要客气哈、哦，好啊，总说对大家的扶持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法会，我都把它称为人生的法会，因为我们在人生当中有道教有这科仪法会啊，但是我们在心灵的法会应该要提升，所以今天我在此非常感谢大家能来扶持，真是功德无量，感恩大家。道教可以说是我们本国的本土宗教哦，我们以道为尊啊，崇尚自然。又是非常好的，能够尊天法祖，啊，立物济世，啊，一个非常好的宗教，哦，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宣扬的话，大家会专注在民一般民主信仰，只有娘神、老爷拜拜，啊，有所求求无都背道而去，哦，所以在母娘的慈悲下，说一定要教化，所以在九天玄母。他拥有无边无量啊的德者，哦，他来随时显化社教，哦，来哈、哦，还得弘扬哈、哦、祭祀。他当到我们有劫难的时候，他一定是下凡救世济人，哦，来安定我们的乱世。所以他在不同的朝代，他就有不同的形象、神机、以法相来行法他的道法。来助国安民，哦，所以说我们今天啊，而且他又啊在巩固我们固有的道德一脉的真传，哦，能够源远流长，所以我们今天能生长在这个国土中，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哦，非常有福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经营我们这一世这一生，然后以平常我们就以。啊，道德行事，然后借用这个假境来修持我们的真心，哦，平常多积善行功，然后遵守我们的常理，然后多礼拜我们的神明，学习他的精神，哦，以经典作为我们啊明，可以增加我们明理，然后作为我们修行啊修行，还有我们的生活。开悟我们的人生，假如我们能够这样遇到有一些困难，一定可以解决的，
好，所以说我们更能要提升我们的自由的灵性，好，希望借由母娘好的教化，母娘的经典来提醒我们，好，给我们能够在世能了愿还愿，好啊，然后呢来好把我们的灵识好能够提升啊，能够活灵活现啊，来啊，我们随时在我们的心一动念母娘，母娘相信都会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能够以道合真。好，那我们今天的三节课程都是由我们的四个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哦，精挑细选而决定的。四位教授对我们，他们本身都非常的有修持，有道德观，都有实修实念的教授，今天要来啊抛砖引玉啊，希望我们大家入了宝山不要空手回啊啊，好好的把这些都是有利益于我们人生及修行的非常棒的一个讲题。好，希望大家能啊洗耳恭听，好，拭目以待啊。最后祝我们的大会能圆满成功，也期望我们三清道祖及九天玄母圣母能保佑大家阖家平安，大家身体健康，道气长存。谢谢。非常谢谢民政局长官以及以上各位主办单位的勉励。那今年呢，有相当多的旧与新知一起来支持这项活动，包括目前还有一个桃园的九天禅处殿，他还在路上哦，因为他的路途实在太遥远哦。那在此呢，仅代表欢迎之意。那我们包括了有忠义正玄堂、玄定慈观院、高雄义成堂关帝庙、九天禅处殿、中华大道南方聚贤会、中华太乙净土道教会、先天玄妙宫、中国九天玄女主题道教会、云林月眉天坛九天玄女、元音禅林、无极灵济堂、北门书斋、中国儒教会、高义静安宫、无极紫灵宫、恒山无极玄法宫，以上各个单位之外，还有其他单位主办不及备载，如果有不礼貌不周之处，请各位见谅。非常欢迎大家今天的莅临指教，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那请我们台上贵宾以及我们台下贵宾，我们转往我们的会场入口，大家一起来拍个大合照。那今天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跟我们的志工反映。那每一张识别证的后面，请各位看一下，都有一张黄色的餐券，这个是中午的时候才会用到，中午的时候凭券点餐，所以我们的识别证请保留。那我们第一场的演讲，在休息十分钟之后开始，那请大家可以稍作休息，我们前往我们入口处来一起大合照，谢谢大家。资格的教授，悠游于道教与学术之间，用科学方法重新认识道教。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华道教慈明弘道协会赖碧美赖创会理事长，为你龙凤慈明宫九位坤道护法，恭迎李丰茂李教授来为我们宣讲道教支持的社会实践。欢迎李教授。教授，台湾第一位具有道士资格的教授，长期投入道教与学术之间的联系，
用科学方法重新认识道教，研究领域遍及中国文学、道教文学、道教文化等著作等身，深获各界敬重。跟大家高赞。我吼含桂花吼结缘，是因为慈明弘道学会，所以今天这边吼以指点江地，因为慈明就是讲有慈有慈教明，所以吼我今日就是和咱这个慈明这两字有关系啊。我来和大家分享这个道家道教之主，因为这个主这字吼，最古早到今啊，拢无中断，吼，会使讲是为道家到道教连接的一个道性，吼，一个道性，好。有一个迄、那个外国教授啊，伊过去吼咧当老师，是做这个，甚至讲少年的心腹，所以咧台湾期间吼，伊和咱台湾的宗教真接触。到尾，伊阁转去美国去哈佛大学咧去修博士，修一个社会学的博士，所以后来。伊将咧台湾的这个经验，吼、哦，佮继续当个台湾来做调查，吼、哦，啊，伊一个中文的名叫做赵文慈，吼、哦，什么赵教授？因为伊咧台湾有真久的时间，所以对台湾的民主发展有相当的了解，所以用英文写文书。叫做民主妙法，将台湾民主的经验向全世界用英文去传达。民主两字会使来和中国大陆来做一个对照，来做对照。啊，伊咧说明这个台湾宗教的复兴和这政治和这社会观念时。伊是用宗教团体来做一个例，即内底有三个是佛教，即拢大家拢了解，主席啦、有功啦、吼华古啦，伊讲有一个道教是升天宫，不过伊这本书落尾有翻做中文，当然是真学术性。这个伊有一个学生啊，也是我过去吼研究伊的同事啦吼。啊！伊讲，但是吼、哦，照台北这个刑天宫啊，伊家己个认定，伊个官员个认定讲，伊是三教合一，吼、哦，三教合一，将这个三教圣贤个道理，甲融合做伙，用儒家个伦理，道教个科学，所以伊看到道教，就看到科学尔，吼、哦，啊，佛教个慈悲啦，吼、哦，佛教慈悲，因为。台湾各宗教一旦合起，共同来促进咱民主自由的这个生活。但是哦，啊，照讲慈悲两字，其实是较像佛教专用，哦，佛教应该习惯用慈悲。啊，这内底吼，其实吼，拢是大部分讲起拢是佛教翻译。啊，这个先天宫吼，伊是也是结合这个民间的宗教，啊，所以咱道教的慈悲吼，在伊这本书内底，其实伊较无啥物深入来介绍，但是每一遍，不管讲台湾也好，国际也好，要发生急难的救济，所有的道教道庙的综合。其实超过所有的宗教团体，但是哦，因为有当时伊无注意讲，这个吼救济的行动是含咱道教团体，所以真侪人将道教
跟指定讲啊，道大诶，道师才是道教。这其实是狭义诶讲法，广义诶讲法其实拢是道教。所以我感觉讲吼，这个赵教授伊用这本书吼，要来弘扬台湾诶民主经验，用宗教伊咧，咱道教需要发声吼，需要咱道教诶声音。啊，关键的就是讲这个“主”这字啊，佛教为印度入了后，伊将伊这个吼，这无量心嘛，哦，这个诸心、悲心，伊个变作为叫做慈悲。所以后来吼，咱啊习惯用慈悲，哦，这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哦，啊，不管个讲啊，道教。伊当时佛教，伊要中国，伊是安怎那用“主”这字来做翻译伊的这个梵语？哦，这原有一个原因。我今仔就是讲，要借这个机会来探讨《道德经》所说的这个“主”安怎大，几千年来对咱汉社会有真深的影响。咱道教，咱常来讲，咱是本土宗教，既然是本土的宗教。咱的这个伦理，咱的实践，一定是含咱民族的地位关系。尤其即马这个现代社会啊，因为台湾在这个解严了后，宗教都相当的自由，啊，这个吼社会的转型，过去的农业社会，甲即马的现代社会。啊，道教要安怎含现代社会会当过来联合做伙？哦，我相信这就是讲来考验道教，敢会当够继续够甲发挥一个作用关键。我下骹咧会用三部分来做说明。啊，第一部分我咧先来说明讲《道德经》内底主是安怎讲。第二部分来说明讲。《道经》安怎将《道德经》的自的智慧来去吸收在这《道经》里底？第三部分，我来说明古德文，咱的地来说明讲，安怎咱的道教徒安怎来吼发挥吼自这个德。自非正面的即自，在《道德经》里有。所以讲吼。天下皆为我道大，哦，道含大指的这位，是不孝，哦，夫为大，故事不孝了，哦，莫孝，诸及其系也，哦，是也。重要的是，给大家，我有三宝，持而保之啊，哦，第一讲慈，第二讲俭，第三讲不敢为天下先。啊，这是三德三宝，一共，足不能有，哦，俭不能广，不敢为天下先，不能成器长，哦，今舍持且有，舍俭且广，舍货且先，是矣。这是《道德经》比较含这个足有关系的，啊，伊这内底有一个含义。一个叫做道大，哦，一般人讲是道呢，以前咱的道大，因为哦，道是本体，道不是某一个物件，你要将道当作一个物件，安尼就比较缩小，哦，啊，你讲个道嘛是无形无相，你要有形就受限制，这一个杯啊，哦，您放水的杯啊。啊，这个固定啊，都唔是一个有固定形象的哦，伊无受限制。所以，伊搭讲吼，道，但是伊嘛是大，哦，迄就是先伊头前讲这个道大的原因啦。因为过去吼，有我研究道德经学者讲，头前这段吼，看的含讲。后壁迄字讲我有三宝吼，看系无啥物相，所以这可能是后来甲掺的。事实上，伊头前一定先讲，道无形无相，伊是本体，
袂使用任何一个形象去甲限制。伊安尼啦，道才去管大吼、哦，所以这是讲现在叫做道大的原因啦。所以都是欠在一切哦，伊无受限制哦，所以就等于讲讲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因为道是本体哦，伊是真公大。啊，所以这个，咱讲道德经、经、道经、个道经，啊，含做伙叫做道德经。啊，这个道就是啥来体现道？因为道既然无形无相，你要安怎来实践？迄就是靠这个德。哦，啊，所以主就是三宝内底主，就是来体现道的一个方法，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目标哦，所以哦，用足来对天下万物啊，会当哦，大能不能哦，浑然大功。所以有足讲明吼，所以恁何做处理这个道理哦？你有这个足心带动我，明明是通明一切哦，通明一切哦，因为无偏爱，无偏私哦。所以吼、哦，无偏私，但是用而是大用。人有私心，就会夹爱。哦，这个囡仔我敢爱这个，你就是大，因为你敢爱一个。哦，都无可能是敢爱某一部分人，爱某一部分物，不是所有的万物，伊拢会当照顾。所以吼、哦。三宝内底主排第一位，但是伊后壁搁一个贤哦，搁天下先爱互相配合，爱贤爱定修一切哦，定修一切，尤其过去的时代哦，农业时代，人爱哦定修爱定修，台湾经过建楼真困苦的时间。早前老一辈，大家拢勤搁俭，哦，勤搁俭，但我着规矩，哦，物件珍惜来使用，哦，这是上一般的道理，哦，所以吼，拢爱用家己来做起。所以随着这社会的经济的发展哦，即马这个钱，这一钱哦，慢慢慢慢，这个点有较失去。所以一个人吼，你一定是爱吼来严以待己，后来你才发大通无我无私，啊，这就是用一个因果关系啦，吼，用关系。所以吼，爱这个待人接物吼，你爱吼以天下利为优先，所以这讲起时吼，三宝，哦，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这三宝吼，互相中间会当支援，会当来互补哦，互补。所以这就是安怎伊奈讲吼，连续讲吼，我有三宝的原因。什么叫做主？一般的解释讲，主就是爱，人讲慈爱，慈爱哦。实际上吼，这个许逊的《说文解释》吼，伊是将吼所有大家的。因为当时诸子百家吼，伊将共同的意思伊甲做合作伙，所以伊讲吼，迄是主，就是爱。但是事实上吼，《道德经》所讲的主，和当时的诸子百家讲的主，有真侪相像所在，但是也有无相像的所在。因为一般伊讲的拢是用咱家庭的经验。所以我不规定，伊讲慈幼，慈幼就讲爱幼少，哦，啊无就讲吼孝子慈孙，啊都是老爸老母对家己囝儿孙仔真慈爱，哦，啊所以咱就这里叫做慈母，所以慈母这个观念嘛，从先秦的心就出来，因为慈母的相对严父嘛，哦，这点嘛是。见到你甲即嘛是安尼使用，哦，啊，所以当然，伊嘛会使讲主，就是吼父母之孝，哦，嘛是会使安尼讲，哦，
所以讲起来吼，族宗教那含母性有关系。啊，落尾这个族吼，原来大家挺深的吼，上对下哦，上对下哦，你讲慈和片福，一顺流上爱下叫做族，所以老母对子，老爸老母对子，哦，中官对大下，皇帝对伊的部属，拢是会使讲是族，所以族是哪？族是上对下，上对下，哦，这是一个古早人的这个见解。啊，族这里是安怎来？阮这个大中文人，阮咧真吼，爱去了解讲，迄古早人咧哦，创造你卖讲仓颉造字啦，伊拢是含，有只含。族这里啥，就是从知从心，知就是哪当下，当下，都、就是这个心哦。所以人上重要买阻碍，就是靠这个心。当下的心，因为啥？因为你袂使考虑，你当下看到这个代志，你看到这个人，看这个物，你当下有这个自心，因为你也搁需要丢毒的。我较强哦，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较贵，我有什么功德？所以哦，自在爱当下。那当下不是佛教讲，那嘛是安尼讲，就是当下这个心哦，当下这个心。所以哦，无什么利害关系，一旦有利害关系，迄就是大折扣哦。所以哦，要安怎让这个心当下都会当表现出朗然、浑然朗现哦。这是第一层的了解。过来这里，知呢，从玄，玄又从妖，什么意思？就是讲代志，迄是一个。咱咧文字内底会象形，就是讲任何代志拄啊开始咧发芽的时阵，小小啊，咱春天到快，所有物件发芽拢小小啊。哦，如芽之端木，维系自己。哦，迄就是，一撮囝看会出，但是吼、哦，也未开始。所以吼、哦，咱的比喻讲，迄就是所有代志的开始。端吼，就端。咱来了解伊这个含义来讲，任何代志，人初发心，初发心，哦，就叫做端。所以，伊个含儒家嘛讲啊，任何人有一个善端，但是做歹代志嘛恶端咯，嗯，是恶端。立出来一个善端，就我开始尔。但是虽然伊是足危险，但是你吼、哦、慢慢啊，甲用一个政治精锐一个拿出来，你莫看伊作秀，伊吼、哦、风雨日月之刃，有一天他可以长成大树。所以，此之要都是一个足微小的一个状态，所以一个人。你要用这个行为来看，善端虽然是秀，但是你个发扬，会将成为全德，成为大德，哇！啊，虽然这个善是真秀，但是你明镜较准，积小善成为大善，积小德成为大德，迄就是初发心，人你要有。诸心，你开始有这个善心善端，继续发挥了，一旦成为大德全德，由小慈变大慈，小慈小明，大慈大明，这叫做慈明，哦，这个是慈明。但是就是呢，都开始在初发心，当下的这个心，哦，当下这个心，未使有利害关系。有利害关系，你得考虑。有考虑，政治是安怎？当时安吼会较复杂，因为政治就是啥，伊有利害关系。任何参加政治的人，伊都有利害关系。
真正讲政治也法度，有一个是真正的道教者，一个佛教者，真正去插政治，伊无利害关系，这真正迄个是一个，伊毋是一个政客，个宗教者。介在讲伊个当下的心，当下的心，所以这足重要。这是一个先贤吼，伊做哩吼，伊有一个天意在内底。但是咱往往无甲做，就我迟迟啊讲习惯，记住主，伊做哩时喏，伊就含。迄古早人，你若讲是创建创意啊，迄创建人伊有智慧吼，有智慧，所以到这间伊就是传承这智慧。啊，主什么？主变那个比喻吼，用这个到这间来讲，那是讲水之道，那水就是人讲上善若水，想要用水来做比喻，水善利万物不争，哦。处众人之所恶，故其道。因为提供落雨，伊袂讲吼，我这个所在吼，甲这个所在较少。哦，啊，过来水嘞，水嘞也渗透，哦，会渗透。所以因为吼，这个水道啊，伊有这个含，所以吼，伊会当吼，润泽一切。哦，也是讲万物也无水啊。就变沙漠，人性的沙漠那是很可怕的，因为不容易有生机。你有认者就有生机，一生命有一个生机。所以吼，当时到这边，伊认为这个词的实践作用，词唔是干咧有一直无范围，唔是干针对一个人，针对一个家庭。你若针对家己的家庭，迄后生袂晓，大家咪爱家己的囝，唔是干爱家己的囝。你爱将对家己的囝儿的这个慈爱的心，你爱扩大，厝边头尾天下万物，这叫做慈。迄对家己的囝儿孙仔咧慈，迄叫小慈念啦，迄是有限的爱。宗教唔是咧提倡叫有限的爱，宗教提倡的无限的爱。所以慈悯是大慈，不是小慈。所以呢，真正一个政治家，一个圣人，圣人不仁，不仁就是讲无偏私啦，无偏私。所以讲起来的时候，即卖政党都无符合，都得更道理，因为政党有偏私。我这党讲话，别个党把佮攻击，但是道不能够只针对。移动一部分，所以人讲天地无常心，哦，有以百姓心为心，真正有法度用百姓心为心，迄才是真正叫做圣人。只有为某一党之私，这不是政党，所以政党是世俗的物件，不是宗教。咱宗教超越政治，就是讲咱无偏私，无偏私，哦，这足重要。所以讲起来讲去，人讲党是上乌的，上黑嘛，上黑位置党嘛。但是咱宗教不上黑，吼、哦、不上黑。哎，这古早人吼，伊道理有道理，吼、哦、有道理，吼、哦。过来，水之道以外就怎样？母德，吼、哦、母德。啊，所以慈母吼、哦、变成固定的，吼、哦、慈就是母，母就是慈。所以这是一个做人道理，所以这词呢，和《道德经》的讲的道理有关的。罗罗见徒小，处众人之所恶，大家不爱去的所在，我去。我一边听王主席讲，日本地震发生污染时，因就是进入灾区，因为迄就是无人要去的所在嘛。世界上敢比污染搁较厉害？垃圾不算厉害，污染上厉害。但是前进灾区，迄个叫处众人之所恶，大家无爱去的所在，唔敢去的所在，我敢去。这爱有哪？迄爱有慈悲啦，爱有诛心啦。无诛心唔敢去。哎，我去吼，可能我会受这个污染咯、哦，可能我会受这个辐射的影响啊。你要有这个想法，唔敢去，绝对唔敢去的。因为呐，因为迄个利害关系啊，未使有利害关系，宗教心无利害关系，
所以因为你有这个心，所以叫做道大。哦，他就对大，干大事，足重要的大项小事相对的哦，所以叫做道大哦。所以道大人啊，虽之德就是母之德。哦，所以做慈母的人，会当将这个慈心爱家己的子女，嘛爱别人的子女，嘛爱天下人的子女，母慈扩大。天的跟那叫做地之德，哦，地之德，哦，天之道，地之德，哦，这个是古早人的道理。所以哦，道德经讲的圣圣人就是讲，伊哦对这个世俗的智慧挑战一百斤。所以当时老子是安怎，伊会批评儒家，就是讲，因为吼，足侪仁义道德吼，拢是讲的，唔是咧做。即摆即个选举期间啊，上清楚，阮咧政大吼选举中心啊，一直咧开玩笑讲，选举咧就是预先开支票，所以啥物主题都会使讲，啊，但是。这个支票到时会兑现，我唔知影，因为我来个保证嘛，我来保证，你还搁等几年再那个代表各种算命来保证，所以叫世俗啦，世俗，世俗就是世俗的智慧哈，世俗的智慧。啊，所以吼、哦，这个圣人呢，所以伊呢，伊就是要吼、哦、善者为国，不敢取强，哦，不以自治国。因为当时老子哦，通观天下。当时的春秋战国的时阵，任何一个国王伊做代志，伊拢嘛讲以仁义为名，拢嘛足好听。好听的真好讲啊，做歹做做袂到。所以当时吼，伊对吼，伊会当吼透彻来观察人性，观察社会。所以伊当时哦，认为讲。这个字，这个字不是智慧的字，这个字就是世字，世俗的经验，世俗的智慧。所以老子用他讲是无为，哦，无所争，不敢为天下下先。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慈，真正的爱。所以为人对慈和爱的了解，你也受限制，那都不是道德这个根。哦，你把它做小了。你不能把它做大，迄就是当时老子伊就看出人性，人容易看小看近，但是《道德经》伊鼓励人吼，伊发挥讲爱成其大吼，成其大。所以讲起来吼，儒咧《道德经》内底，伊一般来讲，伊应是上辈。上吼，从注意一个德，但是思想吼，主是一种实践的基础，吼，实践基础。所以吼，当时老子吼，因为伊春秋战国的时阵啊，看到真侪战争，较少嘛是烧伤嘛是真侪战争，所以讲啊，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就之，以慈会之。人讲将军无好受待，一个将军率领军队出去，你一个决策，你一个吼，一个动机，迄毋是影响一个人，迄是影响整个部队。所以吼，做一个将军吼，大部分讲啊，将军就是爱赢，对，爱赢，但是。伊个本身吼爱足，哦，部队入啊，遮迄拢是人个爸母个囝，所以你一个决定，你也有智慧。哦，军队出去吼，当时一场战争是全军覆没嘞。所以做将军个人吼，啊，毋是大敌，就是呐，迄就是呐，迄就是足侪隐私啦，足侪隐私，因为。
战争迄决定事务决定怎么办？一将功成万骨枯，迄毋真正上好。所以伊哦，这是当时吼，多主观察春秋，迄个时阵真济即种吼，当时社会的定态吼、哦、定态。所以讲吼，人吼一定要学到天道无亲呐、啊，从常理善的无亲就是呐，没有偏爱。所以你看，我讲起来讲《道德经》五千年哦，伊安尼反来覆去讲来讲去哦，其实伊有一个中心的道理，伊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哦。这个慈的是伊核心的理念之一哦，叫做慈德哦，玄德。这是《道德经》开始的。啊，你用这个角度来讲，啊，要将这个《道德经》安怎发挥哦？啊，有诶讲哦，哇，啊，这有《道德经》吼，差不多咱道教，咱道教安尼做就会使，毋是《道德经》伊阁进一步发展，《道德经》伊是一个体学，一个原理，一个真理，但是要阁进一步发挥，还可能道教。哦，过来第二步，我就是讲是安怎发挥，怎样发挥？道德经五千字，五千字左右，伊讲的嘛是拢简便的，但是这路边啊做，话咧话真正来讲，哎、欸、啊，你教授啊，你吼，你儒家的经典，啊个墨家的经典，你无研究，你哪要来研究道家的经典？我讲道家的经典就是从道家哲学进一步来发挥。我今日讲这个，我用字做问题。你看《道德》迄个《道经》内底用这个词是足济个，就我先举一个例尔，哦，太上宣祖作画中，哦，太大德建祖大慈普慈慈光慈尊，你最头前迄字用大用普，大就是道大。普就是哪，就是普遍性。所以哦，咱讲道教为什么我们传承了道教的精义，很顺讲的，因为咱阁继续来甲发挥。所以这个对常常用的，其实道佛经翻译以前，咱有一个观念叫做慈善、诸仙、慈善，这是拢是双正的结构哦。啊，所以人在讲哦，原始动物慈善用诸仙努力，哦，后来吼、哦，因为佛经翻译，尤其咧这个斋吼，斋教，恁这斋里底，哎，慢慢都发挥啊，所以吼、哦、有这个呐，太上慈悲救有绝罪哦，太上慈悲道场，都开始用这个慈悲。用慈悲两字向救苦天尊讲，咱道德院哦，尊奉诸尊就是救苦天尊，因为救苦，救苦救难，什么时救苦救难？救忧，就是讲人亡魂、幽魂，爱需要用救苦天尊不可思议的功德力来救。所以哦，得普遍用慈悲。其实《道经》内底拢是用诸仙大慈，用慈悲时间来用救苦天尊，用咧佛道的时，到咧普遍的用。所以真侪人唔知讲，我当时道教咧用道教，伊是一个民族宗教，所以用有选择性，有选择性，就是讲伊哦用慈善，用大慈。啊！李教授安尼讲，有根据无？有。即摆有这个数位版哦，我著变足方便的，我著叫检索，叫检索，这比较酷。现在因为道德既然是吼超越性的，但是到了道教里底，这个道呢就把它神格化，把它位格化，哦，把它位，这足重要。因为道你讲无形。本体无形无相，
啊，对别人真不方便啊，所以吼、把它规格化、升格化。主，既然是道的德会当实践，所以词也被升格化，这足重要。所以《道德经》讲的词，到了道教讲词的时候，它已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神格化，哦，啊，伊当然是偏重神道。一般来讲，儒家他注重人道，乃中仁爱的人啊，哦，仁就是讲人的相对。我含你，我对你的态度，可以看出你仁或不仁。仁爱不仁爱，那是人的关系，得看出来。所以这是儒家伊对于咱中华文化对咱道德观的进步真有贡献。伊的主要是伫观察人与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哦，没关系。但是道教，它比虽然哦，儒家的经典包括《易经》、《伊马公》、神道、社教。但是哦，神道的儒家的经典，尤其到理学家也发挥并不尽彻底。因为现在因为道教伊有过大的发挥，哦，所以道教是神道大于人道，哦，上就是神道人道兼重，哦，兼重。所以哦，因为从这个超越性的这个道，哦，来神格化。统观人道、人文之理、神道，哦，所以那讲讲人能弘道，所以叫做弘道学者，是咪？人道要去弘道，道是无形的啊，你人要去做，你变成弘道。跟人讲的嘛无够，爱实践，哦，爱实践。所以哦，所以古早人呢，讲起来有一个道理啊，所以在道的前面呢，我们要很谦虚啊，哦，我即摆讲几个证据，道教的经典对这个字有真大的发挥，这是咱道教真了不起的代志。大慈，道德经是跟你讲三宝有一叶慈鸟，但是到了道教呢，他把那个道大的大把它放上去，叫做大大慈。所以哦，这个大慈就是被道教化。你看，道教创始的时候，就是三观、天观、地观，所以咱总共三界观。所以一件大事是出现在哦，这个三观的经典内底哦。所以这个三观经典内底讲讲，宋阿爹讲，天尊崇告太上道君曰：“大慈之道，度人为先。”你《道德经》你无看大慈，你敢看到慈？他有，你有看到道大有看到慈，但是你没有看到大慈。只有到了道教的时候，才把道跟大跟慈合在一起，叫做大慈。所以天道就是大慈之道，所以要度人为先。因为你也无这个大慈心，怎么样？只能够度自己。度自己是干什么？就是助了汉娘。度自己的家庭，迄嘛是一个治疗之家尔。你一定爱将这个吼，这个进一步度己度人，度己度他。所以度人，他讲人等人家，人家可以指自己，也可以指别人。哦，所以讲大慈之道，度人为先。哦，啊，后来这种行就，你要有这个大慈，后边这个拢无问题。所以大慈这个观念。后来，你看，圣人大慈，广济世苦的这些，什么叫圣人？圣人就是讲爱大慈。你可以看出来哦，《道德经》内底讲的圣人是一叶慈，但是到了道教的时候呢，他讲的是大慈，意志之变，意志之家。意思就不一样，哦，所以你看，福闻天尊即垂大慈，伊嘛是用大慈，哦，读这个，哦，所以讲上士处世啊，大慈平等，你一定要见大慈，你到了平等，因为你无分别，
无袂去分啦，无分别，什么叫平等？大家拢相像。天公落雨，大家拢机会，吼、哦，这叫做平等，吼、哦，平均沾平等，吼、哦。所以吼、哦，兼济为德，吼、哦，你有法度吼、哦，大慈平等，最后你到到吼登善果。善果是你有这个平等心，到我做空吼登善果。最后这条是啥？不闻天尊造大慈之化。你有这个大慈，因为天尊嘛，天尊就是天的显现，所以吼、哦、垂怜众生。这个这种的吼，在道经内底真侪我讲的古世的例子都看出来。所以道经吼、哦、含道德经就是。将这个大跟慈结合在一起，这个结合哈，就是表示讲，你这个道教徒，你的读道经，慈不是小的，不是小慈，小慈是个端，但是如果你这个继续个发挥，它就变大慈，所以他很强调啊，由端而发挥，由小而大。由细而广，这叫做道教心啦。吼、哦，道心就是安尼来。所以吼、哦，伊就是用这个大慈。所以你看大慈这种例句吼，在道经内底相当多。啊，所以吼、哦，你这个慈德发挥出来吼，伊就是呐，能够爱慈心，心慈。吼、哦，你心慈，道就行慈。你也无这个慈心。你无法度去行善，行善的发动就是靠心的主，哦，心的主。我这拢，阮做教授人，阮袂使甲你讲道理啊，阮才有根据，哦，你看，所以咧，三元四的经典咧，咧伊就有列出咧条目，哦，这哦有60条的条目，拢是咧勉励家己的，因为当时道教咧打仗时，拢是尊。将对咱教团的对待，后来慢慢都发挥出，啊，所以吼、哦，对学者、对百姓，吼、哦，伊来做规范，啊，当然，从头前的规范啊，爱尊敬道经书啦，吼、哦，这是第一，哦，你道不尊，经不尊，师不尊，绝对无法度做一个道教徒，你不尊道，你不奉行经义。你不遵从师的教化，这就无法度做得到哦。这第一项真趣味哦。各位讲啊，恁道德经啊，恁的道经吼讲的拢吼，安尼拢足悬的啦，不是很实在哦。我即摆讲第二个，过来的25条内底讲足清楚的哦。慈要从日常生活当 中开始做起，哦，开始做。什么日常生活？因为过去哦。他们这么想象，拢是一个迄、那个聚落，一个乡村，所以吼、哦，因日本人吼、哦，将迄西方的 community 合作一个叫做乡村共同体，吼、哦，咱讲乡村共同体就是乡乡村聚落是一个共同体，吼、哦，啊，所以吼、哦，伊用这个族这个观念来点真济种队伍，吼、哦，这种合作，比如不可刺杀野兽飞鸟。因为野兽飞鸟，既然是万物，伊冇生存的权利，万不得已你爱杀。过去的人要杀只鸡啊，爱先念念的才杀。因为我不大啊，我为着生活，我要祭拜，吼、哦，我念念的才杀。你念这句话，听起来无啥，但是迄个呐叫做痴心。我是不得已我才杀，当然是。你祭拜，要杀只鸡啊，才安尼吼。所以你话讲，不可刺杀野鸟、野兽、飞鸟，不可烧山捕猎。咱即摆来讲环保。真古早，伊就知影讲，你山甲烧去，当然啦，开辟一片田，但是对大自然会伤害。即摆咱即摆咧有这个生态环保哲学，足清楚。大家也有去过华北地区，就知影过去
华北地区嘛是拢森林啊，但是即马去个看拢是平地，因为森林拢烧了。所以你看台湾，我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出去做调查时，迄溪啊拢那个水啊清清清，伊即马出去，迄水无变臭，已经足过瘾啦，都无可能，无啥可能，拢变黄的，变黄的。咱高雄地区，咱的溪水你敢食无？唔敢食，因为咱呐烧山捕猎，烧山捕猎，所以即马是安怎那有真济濒临绝种的动物？啊，就是咱捕猎嘛，咱无限制，无这个资金，你有资金的人，你袂做这个代志。过来，漳泉捕鱼，哦，漳州过来，韩公不可将饮食投入水中，嘿，没，这嘛有记载哦。迄种一条目呢，一条目，火烧田野山林，不可将毒药投水伤身，可以过去咧掠鱼啊，用个毒药啊，一掠即卖一掠就伤咧。你可能是要掠几只鱼啊？你用迄毒药甲，迄药甲放落去，哇，规溪死了了。可见哦，即卖人咧做的行为，两三千年前都当咧做，因为有咧做，所以伊就是会用宏大的心来要求，未使安尼做。所以生态环保是因为伊西方人较早去非洲，较早咧在咧东方。烧杀掳掠太厉害了，所以家己良心发现，在咧提倡生态哲学。咱都搞老早咧提倡生态哲学啊！道教教授讲话拢有根据哦，就是一个条目呢，一个条目。所以最后强调讲，要有一个谦虚啊，谦卑。人啊，太吼强调讲人定胜天，我差嘛，你都要胜天啊，你都是要哪，你不能法自然，你要去破坏自然，你要哪要来利用自然，所以讲要强调谦卑，好谦卑。所以吼，你看《道德经》的道理吼，到咱《道经》里底吼，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吼来落实呢，这就是咱《道经》的本意。因为真济人吼，迄道我讲讲咧。正统道藏秘书有字天书修将，大家无唔知要看啥物啦，伤济啦，唔知要安怎看。所以吼，阮做教授的提醒就说：，阮爱将迄《道德经》，啊，这《道经》内底的遐珠宝，把它拿出来，大家共同来欣赏，共同来实践。这拢是《道经》内底讲的哦。可见讲，你也无这个初心，所有将无可能做。烧山捕各种野兽，各种投药到水中，因为过去的水是共同的用的。啊，你将食物给带来，你水会变臭啊！你看含这细节，咱会注意哦。所以吼，安尼吼，所以吼，后尾吼，就这样，会强调讲慈悯，慈悯这嘛道经用哦。圣慈哦，你也是神尊呐、啊，神爱世人哈、哦，这个叫圣慈哦，圣慈。所以你看，太上慈悯，上帝降中啊，哦，阿得派三官三盖公哦来巡访，考教功过，迄个是三盖公啊、哦，三天界、地界、水界啊、哦，三官天官、地官、水官哦，啊，所以哦。一个道教徒，宏大的弟子，不负太上圣旨。你看他在旨的上面不但加大哦，加个圣字，因为伊是天尊，天尊，天尊就是圣，啊，所以叫做圣旨。你看《道德经》所讲的圣人也开始谈哦，但《道经》讲的是一圣神啊，是圣尊哦，这叫做神格外，好、哦，神格外。所以看三观愿力啊，福佑人家啊、哦，这三界公啊，三界公吼、哦、也当福佑大家了啊、哦。大头辈哦，这很重要，特别是翁柱子啊，你们这很重要。救苦天出来以后，那个慈悲的观念就出来了，慈悲观念出来。哦，因为什么？因为佛教伊就是供慈悲，啊，佛教供慈悲，因为佛教的经典里面。一共哦，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一种就慈心跟悲心合在，变成慈悲的心，慈悲的心。
所以咱即摆因佛教常咧讲，讲悲智双用，悲，吼、哦，迄悲就是呐，四无量心的第二种心，吼、哦，啊，所以后来咧佛经内底，我咧常来用这慈心、慈悯、修持，哦等等，因为佛教讲贪嗔痴，一对子嗔，人也袂愤怒，贪嘛吼嗔。你只要有慈心，你就放下了。人若无这个慈心，当然就会嗔哦。所以耶佛教有了伊的天地哦，伊用这天地哦来佛教分光的地主哦，会当实现。其实你看咱道教当地主，依然嘛是烧香哦。所以这灵宝派因为佛教有因的。因为这个功德场啊，啊道教洞嘛有啊，所以你看，伊就开始吼来营业啊。所以当时你看迄个洞显灵宝，这个经典内底吼，伊就讲稀有贤者恒行慈悲，伊就是咧回应佛教洞人啊咧祈勉吼这个道教。所以后来吼慈悲的出现足济哦，咧道经内底慈悲常出，就在救苦天尊的相关经典内底就出现足济。你看，天尊慈悲，这个天尊的通常指的就是救苦天尊，哦，救苦天尊，哦，所以你看，二十啊，救苦天尊设大慈悲，什么叫大慈悲？你看这边有这个大字哦，大慈悲，众生为众生灭除一切罪业，救拔存人，这就是灾法，所以。道德院先做拢爱去做普渡，爱普济众生，迄个是救苦天尊的精神。你要拜救苦天尊、救苦慈尊，你就是爱发挥这个大慈大悲的心。所以后来尊称救苦天尊为慈尊哦。后来包括其他的天尊嘛，三公叫做慈尊的哦。所以迄个。所谓八度的内底，一经典内底，听人讲，东方、南方、北方，吼、哦，叫做救苦无上慈尊，吼、哦，慈悲救苦天尊，哦、所以吼、哦，讲起来什么，慈尊罗位定义讲吼，其实主要是救苦天尊专用，吼、哦，当然其他天尊有用，但是上主要是救苦天尊用。所以慈尊几乎成为救苦天尊的代号，原因就是安尼。啊，但是这种道家的慈，道家的大慈，后来咱所谓宝道那么讲，大慈大悲，哦，大慈大悲，大圣大慈，哦，你把咱把这个大字放在上面，这就爱做会到哦。用讲的是真简单，爱做到，要安怎做？戒律，日常生活爱有戒律。我甲讲咱即摆道教吼，即摆吼台湾啊宗教自由啦，我们道教最吃亏的，但是我也看出了一丝的希望，就是道德院跟慈悯说嘴的。出来吼，设讲座，设讲座，因为吼过去传道一定爱说戒，爱说戒，咱即摆吼，咱拢无咧说戒，毋是你甲问啊，道教啥物概论，有当时啊，凶讲袂出来，所以吼一定爱说戒，话讲哎，说戒嘛道德教训，但是道德教训你也无提醒吼，固然袂记。所以、哦、最重要的传度受禄爱说戒哦，就是讲咱道教的戒律，我阿多讲的拢是戒律，但是哦，咱拢无提出，所以我感觉讲吼，道德院啊吼，还是慈悯吼，以后会当从这道教的戒律吼来甲引出，来做一个白话说明。道教是有戒律的宗教哦，戒律宗教。所以你看，迄九真戒内底，伊嘛讲不杀，持救众生。哦，不杀，你一定要有自心，哦，自心。过来就是
你有慈心才能够积功累德。所以现在吼，真侪社会家吼，拢将这个吼功德认为讲啊，讲功德，迄就是种现实性，就是功利性，其实不现实的本质，迄是曲解。真正的功德啥意思呢？就是讲积功累德，积功累德。这个概率，你有做到，你做到好代志，你从善端变成成绩大，你就会积下功。嘿，除了人家己记，主要是哪记？心里你家己记。你做了恶事，你当然不会被记。所以哦，积功累德，最后功成两全哦，功成两全。所以过去啊，这吼原来是道经，啊嘛是一种世俗的方法。亲像城隍庙顶管的大算盘那样的，人的一生所作所为，迄、那个算盘该算到清清楚楚。我相信讲吼，大家啊入去小公庙，看迄个大算盘吊咧，迄毋是好看，迄就是咧甲伊讲，你所做的代志，我咧甲伊算哦。迄是过去呢，即摆可能甲吊伫大电脑咧遐，计算机咧遐。用这个数位来算，要够紧，够紧。但是过去就是啥，一个大算盘，一个计算，哦，计算，哦。所以后来你看，所谓庙宇边啊，迄个案头顶个藏的遐善书，迄个为道教发展出来的啦。功过格胜善书，迄种道教发展出来，当然罗贝三教合一，遐也是属性啦吼。哦，所以吼、哦，你得爱算。欸，你想讲一个人，我到即摆吼，我感觉讲，哦，我即摆吼。超过七十岁，我感觉讲，我嘛是要我都做得到，所以暗时啊，我要静坐一静吼，我拢在想，哎，我今日有某一句话讲了吼，无适合，哎，我做不管某一个决定吼，可能对人会伤害，所以吼，我每一每日咧静坐一静，我先检讨、检讨我一天的所作为，这如在讲就是哪？就是一定要先慎独嘛，哦，就是用一日三省吾身，一日三省吾身，不是干呢？儒家的信徒啦，那道教信徒就是爱，哎，每一年以前是用功过去的，啊，家己算，家己交，啊，其实唔免啦，你啊暗时要静坐，一定家己想看嘛，因为咱不是圣，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每天都要检讨自己，到这么七十岁嘛，是要去检讨自己，哦，忏悔，哦，忏悔。所以我感觉这吼道教啊，道教吼这种做法，你讲哎，好像不是很高级，不是很高超，不过没问题。从这个小的地方做，你每天做，你做久了，你就会检讨自己，你就会什么呢？做不对的事情就减少，做对的事情做善事就会增加。人就是学习的，人无做无新鲜，生活以前拢是爱学习。如果有一个人刚强，我这么一定是菩萨哦，这个人功高我慢，道高嘛修行，所以我感觉讲吼，这种的道高，这是一个内化。你每时讲家己咧，家己反省者，家己反省，迄拢爱自觉心。所以积功累德咧，重在实践性吼，啊，最好能广度群人。这是咱道教的光谱啊，叫光谱。这个恁慈悲做会到啊，因为我来拄到陈道长，伊讲我一心要来为爸爸赎灾，因为碰到读书你要用爱甲抢对吧？甲自愿自愿，而且慈悲恁就提供空间给他，这叫做啥？叫做法慈，心法言法。这就是法师，所以吼、哦，陈道长我嘛是只道理讲啊，我讲哎，你奶奶讲啊，我着办办水灾吼，大家感觉讲啊，你就是慈心嘛，就是有慈心嘛，所以伊吼愿意来自愿来做这个代志。其实这是一个例证咧，台湾各所在有真侪人拢是因为这个慈心，愿意做这个代志。加人我这个李师兄啊。欸，这个报纸都不敢登了咯。我在北部，欸，这个大学生吼，实在是草莓族啦。啊，生活无不如意吼，欸，跳楼自杀。
啊，这当然啦、啊，迄大学内底发生这个代志，都嘛唔敢讲，都嘛交代记者讲，拜托你唔通顶出来，你顶出来，恁大家会注意。啊，因啊，拄着伊就发生这个代志吼，足奇怪，因就打电话给我讲，哎、欸，小叔，啊，惨啊呢，哇、哦，这发生这个代志，我咧正大迄阵啊，还是首长官打电话讲，李教授发生代志，我什么代志？当时啊，有呐，迄新闻社，这个新闻社是因政府当时去摄影嘛，吼。啊！伊呢毕业时喏，啊伊呐，教育部微电影，有一个学生啊，伊讲，哎，好哦，我拍个哦纪录片，讲要拍露脸，人露脸点吼。啊，脸点你也去殡仪馆嘛，就简单嘞。啊，是讲吼，去外口嘛，就讲，嗯，是啦，我遐学生讲，迄外口吼灯光设备不好，伊呐去含一个面板啊，一点光甲参详。将观察放伫咧因个大传系个摄影棚，啊，翕翕个吼，放出来。可能咧放出来时喏，有一个学生啊去冲，迄学生啊吼，拄含一个拄结婚，啊，迄个学科考试嘛过啊，嘛无讲发生啥物代志，忽然间怎啊，有迄个上电管头跳落，我讲啊。这空观察去冲着，刷着，那观察哪讲空空放入去，空空放出去。哦，迄学生嘛，足紧足惊嘞，打电话讲啊，李老师，我怎么办啊？怎么大家拢在讲我吼，就是做了无事实吼，啊，地书去冲着学这个学长啊吼，啊，伊怎么自杀？我好啦，啊，怎么安尼？啊，无你着，甲既然发生啊嘛吼，我再联络李道长，李道长好，伊讲。讲这个不必寄红包了，安怎好啊？就好。啊嘛，这代志过咧好，就阁袂使安尼轻轻锵锵哦。咧电路啊，写声安尼，啊就那样安尼做一场。啊后来吼、哦，就变安尼，啊就变安尼。哎，这个代志吼，咧台北工学院嘛发生，几啊大学拢发生，但是都没有上报，都没有上报。啊，所以我家己师兄讲，你是有心的读书，所以这代志你爱做，所以勇敢做。他的精神跟翁主任一样，就是讲这是为公嘛，为公，所以伊拢无计较，哦，做了安怎第二就好，哦，所以这就是讲你爱有法子，因为我就会当演法，我就这机会工作做了时就会当平安。啊！要中埔城大学吼，唔敢做，伊敢讲做的时阵吼，会互批评。哎，你知影？迄个大楼，连续跳几下个呢？跳过，因为你无改嘛，无改。哎，话讲，啊，李教授，你吼很研究宗教久了，以后很迷信啊。我讲无紧啊，你讲我迷信无紧，我是照起工作。啊，侬做了就做损失的啊！啊，你无做，你连续跳几下个啊？哎。李教授吼讲话不怕报纸登出来，因为我是实教授，因为既然伊找到我，我就爱搭担当啊，我嘛体面咯，啊，做了都做损失的，吼，做损失。因为即摆大学吼，宗教是吼，哎，即摆大学内底讲宗教爱很小心咯，嘿，无你讲吼，人就讲话哦，足小心的。但是这个事实，我估这个地，吼，叫法子，你到底要？对翁主持家己来讲，比我较清楚。翁主持看你一年，看干咧做这个服务师，看做偌济。因为这种不平的代，所以爱甲翁主持感谢。谢谢谢谢婚姻观，我算真了解。好，迄吼，迄种吼，行政官员吼，干咧吼，买吼。哦，遐勤吼，安尼死吼，伊讲害到最后所乱啦，啊，这毋是办法啦、啊。哎、欸，李县长是教导呢，但是无办法，最后伊讲啦吼，爱做一个法会，做一个法会了，这个代志定性。自从空难翁主持嘛去参加。哦，啊，做都找袂着啊！哦，啊，恁做了时喏，就浮起来。
哎，对对对对对，啊，你讲，哎，啊，伊咧一直排开呢，一直排开吹，哪吹无？发挥动作过做落了后，数文上去，尸体就浮起。一千几个哦，吹拢无得三下子。对。啊，我当天做过，我就辛苦了，啊，结果浮起来。所以翁主任现实说谎。哎，你看，哎，当时我去问郭堂主呢，伊讲都是安尼，就是安尼，吼、哦。所以你话这，吼、哦，天书看样，到倒去来做。这伊嘛讲不可思议呢，这种找无，但是最后，你这个数文无到最后去，你最后无办哈，这咱就讲法吼。这嘛相像，这嘛是讲到倒去去做物流。这个违反道路发生代志了，啊，都交上吼，家己要请一阵啊，请就了，还无赔。那市长是医生呢，伊本来嘛无啥相信这個，但是吼、哦，迄个局长吼紧张甲讲，惨啊嘞，足侪拢还无赔啦，还无赔都无算。最后伊嘛是来搬请道德院，还佫请天师来开箱。一个开箱，发来做落了，大家拢爆杯，水爆杯，即嘛王主持现身说法，吼、哦，太好，这拢是吼，这是在场的记者看到讲，安那这奇怪，大家讲爆杯，结果一个开箱发来一个做落了，大家拢爆杯，所以这就叫那个化石啦，因为这种代志。你无用咱道法，咱道法爱送文，这个文要送到水府，就是送到水府，送到土府就送到土府。你文够，伊就爱放。你无放当然嘛挂无杯。迄是我咧才讲咧，我咧搭时，我嘛才像安尼讲。我讲无你去问啊，去问。所以吼、哦，这宗教吼、哦，尤其这个救苦天尊吼、哦，伊的不可思议，是大慈，伊的慈尊，大慈大悲啊，吼、哦，大慈大悲，大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吼、哦，这嘛是拢我讲的拢实力，吼、哦。即马来讲财慈，我即马讲迄小慈啦，哈，小慈。因为我要讲这地，我爱出去访问，吼、哦，去访问。我知影讲吼，有一个天师傅咧用这种吼捐官，我拄听着讲，伊讲我咧用捐官，我开始听讲，即马这个时代，敢要有人咧捐官？感觉含一个官差都做袂起，爱需要捐官，我就去叫访问，去访问了，我才知影讲，就是捐官。这个我就搁开始讲讲。寡妇的小钱啊，等同是那大于巨富的万金啊。郭台铭一官几年，一个寡妇，他可能捐个什么100块钱，那100块钱绝对等同于郭台铭的意义，甚至于超过他的，因为这几百块对这个寡妇那是足重要。这就是我这么在讲这实例哦。紫薇基金会，因为有那天师傅收录，叫黄道长，伊哦成立一个会，你看，因以前伊嘛无听过叫做演讲哦，伊叫呐新慈同心会，伊用新慈哦，新慈同心会，伊就开始吼、哦、做这个迄、那、落、個，后尾伊感觉我无问题，所以后尾伊呾转移吼这个张天师傅，吼、哦、要来捐官吼、哦，要来平要来救济。你看，拄啊转去哦，头一个月，干呢募到一句；第二个月，两个，后来慢慢的，到2016年哦，每个月都超过150位，就是讲150窟了，150窟。这里底吼，有足侪拢是无名氏的，伊发不来，他不具名，不具名。我做这来对吼，你看这个统计数字，因为吼，我做这事，你讲李教授，你做这个捐官，敢有可能做？即马敢袂用咧捐官？吼，我讲
我拜托迄两个助理讲，你搞做点统计数据，你看，你看一年当中哦，你看从哈从这么低到这么高，那中超，就在这个曲线当中啊，就发生这点过负了哦，过负就是统计数字，这种是给我做的哦，爱用一个事关治安文书，你啥物人管呢？你最后每一年。你到过年时间也替你吼将这个数文化掉，哦，哦，这种有，哦，我才讲这个字，真感动啊！这个市场的一个卖菜的，当然伊无那像咱淡薄这位较有名，但是你莫看讲伊无较有名，因为呐，因翁婿吼，四界佚佗。拢在外口踅啦，啊，外口踅无顾家啦。哎，啊，伊听讲市场的人在讲讲，哎，即摆有咧捐款的，啊，用咧大字咧甲贴的，啊，大家写，50块、100块、500块，钱不在多少，看你的心，看你的能力。啊，这个卖菜的查某人吼，伊原来好，啊，既然安尼，我嘛捐，迄当下发生，当下发生。哎、欸，啊！就应该拢达袂滴咯，迄个拢有人遐换成那个小服务嘛，吼、哦。哎、欸，有一天吼，伊在外口流浪的翁婿转来，好转吼，面相无好，伊讲：“你是毋是搞落雨啊？”伊讲：“无我，我该落雨啊，先生。”伊讲：“我哪会拢听一个声讲，转去爱转去啦，爱转去厝的。”伊讲：“哎、欸，一定你搞落雨啊，还是吼搞啊容易烧人啦，吼、哦。”哦、所以吼、哦，我才听这个声。哎，我讲无啊，我也无，我哪会向落雨啊？我也无做，我无请做。吼、哦，啊，等下安尼乖乖啊，吼、哦，一段时间。后来吼、哦，迄流浪的细胞佫发作，佫出去，佫出去，一出去，你唔知去，咪走对，迄鸡无咧顾啦。佫一边佫等，已经到落雨吼，这边吼讲得佫清楚。哎、欸，听，哎、欸，伊应是精神疾病幻听呢，啊，清清楚楚啦。你若讲一遍幻听，可有可能？啊，几啊遍啦。啊，因某讲，哎、欸，啊，我有做什么代志？讲啊，有啦。啊，都市场的讲吼，要捐款啦吼，我是讲吼，啊，我吼用你的名来捐款啦。哎、欸，钱不在道，但是伊这个发心。伊不但为家己发心，佫为翁婿发心，结果吼、哦，迄、那个用这个棺材的这个亡这个亡魂呐，伊就去哭，伊爱回去，爱顾家伙啊，顾家小，所以吼、哦，伊特别回去，伊就以后就无出去流浪啦。哎、欸，你看哦，才这么小钱哦，但是他的心很大，所以他有功德。啊，一个嘛，够出名。伊讲吼，啊，有见什么30块钱呐、啊？我咧安尼笑讲，啊，30块钱，迄邮局的手续费嘛，扣差不多啊。教官，伊奇怪，哪有这种学，哪有这种钱遐少啦？50块、几十块啊？那较紧问，是啦。原来是个小学生呐、啊。这个小学生因阿妈吼，拢给零用钱。啊，因为伊都功课无好，拢末段班的啦。哦，啊，伊是讲，诶，阿嬷吼，伊讲吼，这钱要花，啊，我吼，死死我卖食，我甲捐出去。啊，伊甲这个助理助理讲，诶，足奇怪哦。哦，因为一段时间啦，伊讲吼，我即马吼功课吼进步呢，已经吼要进入吼从这个所谓后段班进入中级段，即马要进入前面了呢。伊讲哦，伊讲伊就是有偏心。哎、欸，一个吼、哦、卖菜的妇人，一个小学生，他们捐的钱才有时候才100块都不到，但是你看，就是这个心，这个心哦，感动天地，感动天，感动亡魂。所以哈、哦，伊这个钱，伊无利益的，伊包装嘛无堪，对不？啊，毋是讲哦，某一个大财主捐偌济钱，啊，报纸安尼连天干，拢无。但是，
他的这个心思，这个心思很重要。所以吼、哦，种地真地，阿妈足趣味哦。迄一个人吼、哦，伊就想歹心咧，讲哎呦，你知即马一斤干草甲摕啥物？一般一副干草吼五千块，一般的一副干草五千块。啊，所以过去有个人讲，我捐一副。啊，即马吼，你即马捐吼，伊即马讲，你要分散未？啊，即马要分散，都是有人捐一，就是一副干草。啊，捐了以后呢？暗时要做梦啦，一个陌生的人来家都睡倒下嘛，伊讲吼，我会惊，啊，这个唔捌嘞，讲会来到睡倒下，讲吼，我做给伊一副棺材啦，啊，伊讲惊好了，讲啊，你会惊无？囡仔无，你五千块块分到五千，一边一千块安尼，马上代志。所以，所以吼，即卖咧社会吼，你讲，敢有人咧捐棺材？啊，有一个足趣味哦，一个吼，就是讲，五千块对迄种吼流浪汉，还是讲吼，即种吼，这个无要趁钱的吼，这个啃老族吼，嘛是好用啊。结果吼，伊就后人证明，就五千块寄给伊。结果吼，无偌久吼，丈夫讲伊要钱要还，伊讲我钱都付你的时候要还，伊讲吼。我一个五千块啊，摕去开了吼，阮老爸吼，明日你搞骂啊，做梦你搞骂讲，啊你明明你都唔是要做，要真正要做个，啊你吼五千块你也敢来？哦，伊讲吼，当面吼，当面来啦，吼、哦，我赶紧吼，将钱还你。你含吼含做歹代志吼，分分都会了解哦。所以你讲世间上啊，到底人死后有没有知？那只有那一种气气的，大公无知了。这种例子累积的很多了，累积很多。所以你讲吼，就是善小啊。所以人吼，连小善都爱积啊，恶小也不能为的，都是安尼。啊，所以吼，有这个法慈啊，有这个功德力啊，然后要最后的爱种子的动物家啊，这个我们先来讲一个。台词也有见很多的，不过大部分拢用道德院做例子，因为道德院资料我都不知影。公主是家己讲，你住十家即嘛，你管五点钟，几啊亿，算袂了，算袂了。啊，你是替正人咧做善事，所有的这个苦难的钱，穷人咧做善事。这叫做才子，才子是大者啦，哦，所以我估即几个，因为我上网站，哦，即个在整理资料，哦，这东西，这个上重要，这个上重要。嗯，我去日本，因为吼、哦、有一个经验，我这边去日本哦，啊伊吼、哦，我要甲摕伊迄个介绍单。啊！伊唔好啊！我想奇怪咧，啊！日本吼、哦，因为迄种吼、哦，迄种古迹级的迄个佛寺吼，你甲爱面唔好哩，啊，真啊唔好哩。啊，我甲迄个徐先生讲，讲个，啊，迄个路边啊，一个说明书伊也唔好哩。啊，徐先生伊个日本足好个，所以去甲伊讲，讲个。啊，我是当时啊，我无甲讲，我搭古是我台湾面的，啊，伊会晓讲。哦，你台湾来，不但可以去起上好本，哎，徐教授，迄徐先生跟我讲，徐教授，你卡住无要来？我这样讲吼，你们不要把我讲出去，因为那啥，有挂陆客，啊去卡提，就等你不了，伊来作数你哦，伊要提起了吼，伊甲放咧迄个台阶顶，坐在屁股下面。啊，所以咱这种人伊也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到底是大陆来的台湾来的。但是你也讲我是台湾人的事，好，也属于上好。所以这就是哪，就是因日本咧东亚就是伊经济上好啦吼，啊，所以吼，大家拢是讲
因为说伊无要，伊虽然是发生这代志，伊无啥物受人的禁止，但是台湾是这起的关联的，你看无这钱，有个人讲啊，你台湾都互日本统治过，所以话还佫有咧强国的思想，毋是？讲一句话，人伊无了解道教的这个坚持，迄任何一张庙。任何一人管的，国家哪有钱，拢嘛是庙的钱管出来啊。所以吼，因吼变举行一次，迄、那个台南市吼，迄、那个县志工啊，因吼因管啊，所以因讲，李教授，你可不可以来做见证啊？讲好啊，想要去做一个演讲，好。我是讲，我迄到日本迄正义道观，正义道观咧台南遐含有只庙真熟悉。啊，因两间庙吼，拢捐钱，不是捐给正义道观啦，希望正义道观吼将只善款下当来进这只日本的受灾户。啊，所以落尾吼，因要表达伊的感谢，所以讲李教授，你来替我们做见证。哦，啊，真正因吼用一个感恩碑，啊，咧感恩碑讲吼，当地的领导、当地的国会议员，通通都来。因为因感觉讲吼，啊，伊吼做到到尾，干呐一个观念叫做感恩。唯一缺席的是我们的侨委会跟外交部，还足奇怪咯。啊，阮呢一个团队去，啊，人一个感恩碑，迄外交部、迄侨委都唔知影，都唔知。啊，伊讲迄面吼，讲讲，晚上我们有个感恩晚宴啦。哦，我是好，我这，伊讲哦，要放个纪录片，我是讲，甲你日本放的纪录片一定比吼迄 Discovery 啊，是讲国家地理杂志放的，一定是有当地的消息的，我就期待暗时啊要看这个纪录片。我还没，因为日本的环境其实拢有足复杂的，无咱讲食大桌酒、啉酒啊，拢无足简便的。一个差不多开始了，就开始放纪录片。你知道这个纪录片从头到尾只有一个镜头，一个老大人站在镜头，啊，夹顶啊一个牌啊，啊，你甲杜国在嘛，顶面甲写一字尔，第二嘛小声，我想一开始吼，可能是一个骗徒啦，结果唔是，二十外分钟站在一个镜头，但是哦，迄到放个一半时哦，所有日本人拢徛起，拢徛起。突然间哦，伊安发一声，对台湾，啊，你敢都无知嘛？哦，这种场面，要让日本人安公开讲感恩，迄是足无容易的代志，因为因的经济比咱较好。但是咧，急难的时候，你看，所以王主任带队去，他们接纳，你的观念他接纳。三幺幺大海啸。对。对，就是安尼，因为迄个是当下，但无。啊，我入去灾区咧。对啊，对啊。灾区也干的。对啊。林志本天嘛，他迄个林志全无阿来的关系。对，因为咱若无要求伊感恩啊，迄是自然行为啦，叫做心思。哦，所以落尾伊讲要请李教授见证，那个心真的很感动的。迄最后大家起来拍鼓啊，我讲吼。台湾一个小小的岛，但是我有大大的心，吼，大家拍拍，这就是台湾的骄傲，台湾道教界的骄傲。因为所以你知影，日本吼，日本咱台湾做咧代志了，日本吼好，伊对着台湾的感谢，迄时吼可以讲是足自然的吼。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台湾创造不是政治奇迹，而是宗教奇迹。哦，宗教奇迹，咱有内史外史，因为咱有这个祖先的心，我们不计小时也可以大时，我们有法时也有财时，有祖讲明，有大时有大明，这就是咱弘德当地初心。咱不求回报，不求感谢，因为道法自然。道教，所以哈，道教的词，
告道教的旨，到我们今天所有的道门弟子，我们在实践旨，这就是能够做到。我们道教虽然没有被道教所列入四大团体，但是我们的大道小小的团体遍布于全台湾，这就是咱道教道的主心。所以我今天用这个吼，道家之主、道教之主、道教道之主，来向慈悯弘道会各位表示致敬，谢谢。好，非常谢谢李教授的宣讲哈。他从慈德来开始探讨哈，到了道德及功德他的实践，及最后嫉妒在民间力量的展现，那也用了相当多的实力哦。那各位应该也发现了哦，李教授今天宣讲的内容远远超过了我们大卫手册的收入嘛。主要是因为这几天李教授仍然不断的在补充资料，就为了给大家最丰富的一场演讲哦，所以意犹未尽。欲罢不能哈，欢迎到大家一点点时间，以热烈的掌声再次谢谢我们李教授，同时我们请中国道教慈悯弘道协会黄宗敏黄理事长上台，为我们颁发感谢状，请大家掌声不断，来谢谢我们的李教授。感谢李教授这一场相当丰富的演讲。同时，我们黄理事长呢也特别以李教授的名字哈为题。写了一对字要来送给我们李教授。风眼珠玑眼正道，貌德却伪一念真。届呢揭开了一个相当好的序幕，那不好意思，时间上有点拖延哈，所以我们待会呢，请大家稍作休息，我们缩短为十分钟。那我们大概在11:30的时候，请大家回到会场进行我们的第二场经典演讲。